王冠那边云操作。好，应该这样就可以过吧。真伤挤掉了啊！好好好，了解。其实地关这边是不是应该洗一下技能？其实那个间距是没有不能开啦，但就有比它更有增伤效益的开法，因为它增伤的那个倍率其实是会往上叠加的，但就是因为如果原本就有间距的话，它的那个增伤效益就没有这么明显。哦，要挤掉才能再开哦，所以我刚原本就有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再打一次就好了。消一组星就可以回来了。好，了解了解。嗯，这样子呢。其实都消一组星就好了，星珠不要急着这么快消掉，慢慢的流。云哥，我是云哥，你好。这样呢？哎，我把星珠全部消掉了，这样会卡星吗？等一下，感觉87%会。哦，人真好，没有卡星，还敢云汉红。你的手速让我惊讶了，会吗？这是正常的发挥啊！哦，我不是每个差不多手速都是这样吗？没有消二十，看到队员怎么处理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下马西吧。下马西最平民又有办法，有机会到二十扛。其他的要不然就是诸葛亮跟九凤王的组合，要不然就吕布跟貂蝉。他更新了，就大概解那种高康顿的组合就那几样，不然更极限其实还有一个啦，叫那个什么，有一只暗神主播忘记名字了，好像一张就可以解二十抗以上的盾牌了，但我忘记名字了，想到再跟你们讲。啊，全开。光珠，好，排出。这样呢？哎，排的真烂，但应该没关系吧？没事啊，他也会天降。这个是代打是啊，就是用别人的卡片通关，别人有的卡片通关。对啦，罗喉啦，罗喉也可以吧？哇，这打九亿耶，然后电极珠可以移，哇，舒服，对不对？哇，懂完呢这一队，这队好猛哦。一个小小的叠珠，其实这个剧本差不多长这样，后面就这几关一直收钻就行了。我和你英奇度的队伍打过了，谢谢哟。不会不会，感谢你看我的频道。这只要消六直行就可以过了。六只啊，可以慢慢磨。什么时候换马养？然后今天走一个实用路线呢。不过我现在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个背包，我有认真看到马养，其他人好像背包里面没有马养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回事。好，我要开这个，然后努力两回合来排珠，可以。我们刚才的结论是两回合都要。排到才有比较保险，能够带得走。
哎、欸，是这样。没事啦，会天降，我早就算到天降了。嘴炮王。哎，我刚才那个操作，大家懂我的意思吧？我刚才是转得到，但为什么我没有转到呢？以下我们下一期做个视频跟大家讲解，不是因为我就是想就是示范一下手残玩家是怎么排的，我是苦你们所苦啊，苦民所苦，你知道吗？手残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你看就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过啊，对不对？靠天降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手会抖的朋友，给订阅我就对了，我们一起手抖。难得是不是有那个直播主手也会抖的？还是不认不认不认啊，又不回血，尸位素餐哦。干话哥，干话网红哥，我是生活智慧王，生活干话王。应该要过了吧？新珠不一定会天降，那是你赛，对我赛，赛也是一种实力啊。对吧？有时候赛也是一种实力啊。开箱了，这一个十。不啰嗦了，不跟你玩那个半价加酒游戏了，我们直接碾压你，无情碾压。今天没玛雅，今天没有玛雅，今天主要是带大家参观。尸位素餐，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早餐很好吃的意思，没有乱讲的，对不起。就是尸位素餐，意思就是站着茅坑不拉屎，大概是一样的意思。孤火鸟剩一回合，项羽剩一回合，所以我再洗一回合就可以了吧？对，但是我想要洗到龙科跳起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尴尬了，对不对？就即使说我没有带有它，但我们削到了龙科，怎么样呢？我们就有了一切，你知道吗？至少我们心灵是满足的。对，什么意思不知道？讲刚刚讲到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攻什么。但总而言之，就是我们要削龙科就对了。这些大家长大之后就会明白了，好吧？国文老师想，四位数不是那个意思吗？就站着茅坑不拉屎，就是你有那个。职位，但你又没有做事，是这样吧？还是我搞错？好，龙科跳了，好戏啦，好戏，好一戏。我不知道怎么开好一点，先开这个，然后配新珠，这个新珠爆掉了。这个不能开，开这个，再开这个，哦，好，这样开一轮之后再开龙科，我就不信你这样死不了，这样死不了也太扯了吧！我就算你这一波，他这波没办法，你没办法打死他，你还有那个控场的效果，所以整个是已经做到最保险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死的理由了，应该吧？应该可以立 flag 了吧？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吧？我已经打到最稳了哎、欸，已经是最稳的打法，这要怎么翻船？跟我讲。哦，他应该要死了吧？好，跟他说拜拜。
禁锢下去咯。怎么可能死？不会吧？对嘛，超亿伤欸，20亿耶，他多少？他好像6-7亿吧。耶、yeah! ！就算你有三个禁锢也不够我打。7×3=21，哦，差不多三个。好，所以我们大概通关了三个禁锢。对，雷兵型长生鼓励。为什么不开八峰界王？因为刚才血量不够啊，他50%以下没办法开界王啊。